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3月31日，易烊千玺的8岁弟弟近照曝光，引发网络热议。易烊与华为某儿童杂志拍摄了封面，他穿着黑色短袖，搭配白色印花衬衫，举手投足间非常自信，摆起帅气的动作，表现力十足，很有镜头感，眼神坚定沉着，丝毫没有小孩子的慌乱恐惧。8岁的易烊玉华长相帅气，眉眼之间和哥哥易烊千玺很像，尤其是眼睛一样的深邃有神，他笑起来非常灿烂，充满了童真与活力，很有感染力。网友看了易烊千玺弟弟的照片，纷纷夸奖小朋友好帅，有人直言比哥哥还要帅气，也有人说可以进娱乐圈，正好和哥哥一家公司。还有粉丝觉得易烊玉华会和哥哥一样越长越帅。易烊玉华和哥哥易烊千玺相差8岁，兄弟俩感情很好，千玺非常宠爱这个弟弟。在一档节目中，蔡康永问易烊千玺目前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千玺毫不犹豫地回答最想陪弟弟玩，连手机游戏都可以扔在一边。易烊千玺经常在采访中提到弟弟是娱乐圈出名的宠弟狂魔，曾有记者问他会陪弟弟玩什么游戏，他害羞地回答玩过家家，这个答案着实让人大跌眼镜。没想到千玺看起来帅酷十足，陪伴小朋友却很有耐心，可见兄弟俩感情很好。易烊千玺有着庞大的粉丝基础，是当下娱乐圈的顶级流量，相信有他拼搏的基础在，如果弟弟易烊玉华进入娱乐圈，也会有着不错的发展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